嘿，大家好，我是啾啾鞋。在这个电脑如此普及的年代啊，相信大家每天挂在电脑上的时间一定不少吧？但不知道你们好好观察过你的滑鼠的游标，疑惑说为什么游标的箭头会是斜的呢？为什么不是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游标的箭头，比起垂直的箭头呢，它的中轴其实实际上向左略微旋转了22.5度。而且呢，其实你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箭头的左右两半其实不对称的。有人说呢，当初在设计这个滑鼠游标的时候啊，设计者为了让视觉上产生一种协调感，才变动了两侧的这个对称性。虽然说目前其实没有什么文献可以考证这件事情啊，但如果我们把一个普通左右对称的箭头，以同样的方式向左倾22.5度，看起来的确还是有点奇怪、不平衡的。至于说游标的箭头为什么要转成现在这个样子呢？目前有三种比较直观一点的推测啊。第一种推测是认为呢，这样子可以模拟我们人体在惯用手为右手的情况之下呢，指点东西的这个样子，刚好就是斜的嘛。但其实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也难以证实。第二种推测是认为呢，我们一般在阅读英文文章或者是网络内容的文字的时候呢，通常都是由左边到右边这个习惯有关啦。所以呢，长期下来，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靠着箭头左侧的垂直线开始浏览文字，而同时呢，这样子也方便我们去对准一个物体或者是一个文字做点选或是标识。第三种推测是认为啊，斜线比起横线跟竖线更容易被电脑或是我们的眼睛所辨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张图片哦，要在右边的图片中一眼辨识出斜线的游标，是不是比要在左边的一堆直线中寻找要容易许多？这种问题啊，在老旧的电脑显示器上面就会更加严重。所以说，设计成斜线方便人眼辨识，是可以说得通的啦。当然说，这个原因也许在现在的这种高解析度荧幕上面就比较没有这么重要了。那如果说从技术层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这种滑鼠游标啊、视觉界面东西都是由 Xerox 这间公司所设计出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对 Xerox 的印象都是生产印表机的嘛，但其实我们有很多先进的使用者界面，当时都是由 Xerox 的工程师所设计的。他们最初在设计这个滑鼠游标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希望把它设计成一个垂直向上的箭头的一个指标。但是呢，由于当时的这个荧幕解析度不足啊，所以呢，画出一个完全垂直的直线是非常困难的，硬画起来就会长像这样子。除非呢，你把游标放很大，但是呢，又会干扰画面的观看嘛。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呢，滑鼠游标的这个点阵图 bitmap， 它的起始点呢位于整个游标的左上角，就相当于象限中的00的位置啦。所以呢，把箭头顶点设计在左上角，无论你滑鼠游标的大小怎么改变，它的活跃点击区这个 active clicking area 或怎么称之为热点 hotspot， 永远都会呢在这个相同的位置上面，让电脑更容易预测使用者所点选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觉得很难理解的话，我们换一个说法好了。在游戏里面呢，我们肉眼所看到那些精美的游戏角色建模，或者是2D 的这个游戏角色造型好了，对于电脑来说，这些角色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框或者简单的多边形而已啊。那电脑就会利用这些方框或是多边形来表示角色的移动、防护或者是攻击范围等等的。这些方框呢，有时候可能比角色外观还要来得小，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你才会看到那种明明你已经躲掉对方的攻击，但是呢，游戏就显示出你被击中的这种状况出现。滑鼠 hotspot 的概念就跟这个一样哦。荧幕上呢，你的物件不管怎么样碰到箭头的尾端或者是右侧这个大面积的地方，只有真正当你碰到箭头左上角这个 hotspot 这个点，才能够触动物件的选取。所以说设计成斜角就能确保 hotspot 永远都保持在相同的左上角这个位置上。最后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将游标移动到文字上面的时候，箭头就转换成这个常见的符号，有点像 I 这个符号啦。因此呢，当箭头游标变成这个符号的时候呢，都以左边为基准，就会比较好对齐。这个聪明的设计呢，一开始是由 Xerox 的工程师所设计出来的，只是呢，后来被贾伯斯学走，然后又被比尔盖茨抄走这样子而已啦。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苹果啦，还是微软的系统，滑鼠千篇一律都是长斜的原因啦。至于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个赞；想看更多的话，欢迎订阅，顺手按个小铃铛或是点屏幕上的款款可以啦。那这次就这样喽，我是啾啾鞋，下次再见喽，拜拜。